马英九说：“香港又老又穷。” Welcome to our TV show today. Hey guys, this is my tea channel in Taiwan. And Taiwan is a very beautiful island. Welcome to visit my tea's home island. 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日前形容高雄市给民进党执政二十年变得又老又穷，年轻人北漂，引发蓝绿选举战火。据内政部统计资料，今年一至九月，高雄市北漂迁至台北市人口有2196人，迁至新北市有2912人，新北市南漂迁至高雄市为2639人，台北市有2001人迁入高雄，反而台北市迁入至临近新北市有高达38720人，为最大宗。另据劳动部薪资行情统计，2018年8月底各县市劳退平均提缴工资，台北市44492元，新北市36527元，高雄市34056元，高于台南市33498元，花莲县32060元等其他县市。看来高雄又老又穷依据统计资料来看并不是一个事实，但目前韩国瑜的声势很高，当选的几率非常大。若韩国瑜真的胜出，而又未能翻转高雄，让高雄人改变发大财，买气担心以后高雄人将沦为笑柄。高雄人，在下方留言区说出你的真实心声吧。前总统马英九昨天上午在国民党市议员候选人邱于轩陪同下，前往高雄市大寮区仁爱之家探视长辈。马被仁爱之家董事长张亚玲问及两年后是否再度参选总统，仅回：“对于这个问题，我的标准答案是谢谢关心。”不过，马英九在发表谈话时，竟表示香港又老又穷，让邱尴尬提醒：“马才错愕回应我刚刚说什么。”马英九昨在现场发表谈话时，邱于轩当时谈到北漂议题，马英九当场指出韩国瑜也提到香港是又老又穷，顿时气氛超尴尬。一旁邱于轩立刻提醒马是高雄，马当时错愕回应我刚刚说什么，邱则回是高雄，你讲成香港。马随后才笑说香港啊，香港也差不多，高雄又老又穷。那么香港人，你们怎么看呢？香港现在也真的是又老又穷吗？请在下方留言，说说你的心声。